还说他不想见了。我可不像别人，跟见一个爱一个。是我们有劳保，能干就是干点儿，别待着呗。对这些吧哈，我根本我不在意，因为啥呢哈？您是肯抠的人吗？你看呢？我是不是？二号女嘉宾啊，男嘉宾讲过一事儿，他的车棚里丢了一辆车。人家呢说不用赔，他说不行，我必须给你赔。然后那人说，那你赔500吧。你猜他给赔多少钱？你猜？赔1000。哎呀，猜对了，他非得赔给人1000块钱。你就从这点上看，你分析一下他能抠不？不能抠，那他哎，挺讲义气的人，就特别有责任心。以后跟他过日子，你一定会好的。这男的真挺好，谁跟他过日都来。想跟他过日子，你绝对想。为什么他有这么多人去选择他呢？就因为他的诚信打动了这么多女性的心。那完之后我还给他100分，我挺满意的。啊，会影响到你见第二位女嘉宾吗？我不说，为啥呢？我这人吧，我不像别人那么花花肠子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他说话声有点小，你没听见啊？我说的你看聊完了，会影响到你见第二位女嘉宾的心情吗？他说他不想见了。没有那些花花肠子，定死了，不见了，不见，就这个了。别的，叔，你给个阿姨点机会。首先，哎，对，给点机会。这个还是都奔你而来的，见一下。我可不像别人，跟见一个爱一个，我跟你讲。